我给你选一个有意义的，是吧？既然这个世界你已经走到这个田地了，说没什么喜欢的，没什么不喜欢的，这世界就平和成这样了，也没什么特喜欢，也没什么特厌倦的，哎，又不厌离，又不这中道嘛。那你就选择最有意义的事情干，反正活着嘛，你总得干点事吧。活着，那生存你就要利益，就是你还没报恩的。哎，我想起来了，你哦，对啊，你父母国土，人家说上报四重，下济三途苦，下济三途苦咱先别说了，这众生的苦下搞不定，那上报四重恩呢，是吧？你报恩还没做呢，有意义的事你也没做，你成正量成道，你正量也没列出来，是吧？我说你现在目前是要成道，不是要剃不剃头发的问题，要不要成道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成道你才能报恩，你不成道怎么普度众生？怎么报恩啊？报佛恩要弘法，你才能报佛恩，是吧？弘扬佛法，把佛的东西传承出去，这不报佛恩吗？嗯。啊，度父母恩，你不得把父母从轮回中滴溜出来。这不报父母啊，那修行这个报恩就是这样报的，把父母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的，不要让他下辈子做了鱼做了鸡做了牛做了马，要不带他到极乐世界，你有能力吗？没有，是吧？弘法没有，经典看得少，然后报父母你弄不出来，还有啥众生在你头脑是个概念，是吧？你管我们，我今天晚上家里有米没米你知道？你问过啊，我是举个例子，是吧？你关注过你身边的人吃喝拉撒睡啊？所有这个天下的，别说是关注的，作为一个佛学弟子，佛弟子，那同行师兄们的喜怒哀乐、痛苦烦恼那些人，你多多少少关心一下。你不一个人活着，我吃饱穿的，天下不饿，是吧？你利益过他们吗？你还受益，从佛法受益了。那不看僧面看佛面，那佛弟子们好歹不能在街上饿死吧，是吧？总得力承担一下嘛，是吧？担当要大凶的，是吧？众生恩你没报，国土恩你吃地球上的长这么大，用地球上的水空气，你看喝茶你吃了多少茶好茶，你喝了多少好水好茶，游了多少游山玩水，你玩了好几十年，是吧？地球养育了你，你为地球做过啥？对，是吧？你啥也没做，你坐在说没事了，你已经，是不是？说我已经好像啥也没事了，这个是不耳顺了，这修到年龄也到了，心经历也过了，好像一切都能放下了，坐在这清静了，没事了，再考虑考虑要不要剃头发的问题，那是理发的问题，我告诉你，然后。是吧？这些都没做，但是你要报佛恩弘扬，你要救父母出轮回，你要报国土恩，你要报地球的，你要报众生的恩，那不等你成道？你成道，你修行，那不这些全干了，是吧？你没有这些能力，众生烦恼，你能帮到他？他生老病死之苦，你咋帮？是吧？你就算是你很有钱，你给他总有花完的时候啊，是不是？你很有权，你又能做多少，是吧？你给他所有的一切物质外在的，他能幸福吗？这一生你能保证他死了不堕地狱吗？是吧？修行的，既然你是佛弟子嘛，你现在已经接触佛法皈依好多年了，已经受佛陀的布施跟恩惠这么久了，佛陀那叫法乳供养你啊，因为佛陀大布施啊，布施佛法给大家，人家那是历劫行菩萨道修行出来，啊，全部施舍给众生啊，那叫法乳供养我们啊，那给我们，我们学了那么多，那不怎么做呢，是吧？那不惭愧吗？惭愧，是吧？惭愧吗？好多事没做呢，我们是受益者，是佛法的受益者。就算我们没成道，但是每一个觉得释迦牟尼的智慧是最高智慧，你。用你的眼耳鼻舌身看过佛法，看过最高的智慧，听闻过，你已经接受了佛的布施，你已经受益。你说没有事你还烦恼，那是你没好好修，是吧？但是佛没给你啊，也给了，法乳一样的佛光普照，法乳一样流到你那儿，是不是？只是我们分别执着太重，我们没有把它滋养到我们的身心上啊。
我们声音仍然干涸啊。是啊，我们求这个世界到闷怀泡影的东西，没有把法乳捧在心里。我们用这个世界闷怀泡影的东西抓得死死的不放，然后法乳流过来了，这样流这样流，转着圈流，然后死死的抓着这个脖不放，对吧？然后我们再你跟我再探讨我的头发要不要剃的问题，是吧？我是举个例子，然后你说我怎么谈？那发愿真不容易哈。这不用发愿，自己应该做的，这还会发愿吗？如果了解了这些东西，很清醒的活在这样的状态里，什么不是你应该做的？还有发，哇，我要怎么样？哇，我要怎么样？然后第二天忘了，那小孩子才发愿的，大人谁发愿？大人直接就做了，怎么谁发愿？是吧？小孩子我要当科学家，大人是怎么样研究这个项目能成功，是吧？已经不说我要当科学家，他已经坐在科学家的位置了，每时每刻都在，是吧？你是佛，这是大人，你是大人嘛？你的心很大，因为你经历过很多事，而且你生生世你也接触过佛法修行过，你经历过很多事，你一切东西都了然于胸。这个世界的善巧方便很多，只是在正量上不够，佛的见地也有一些，讲不出来是讲不出来，但有，最起码你知道哪个师父说法说对了，最起码你觉得听得好像他是对的，哪个师父说的不对，你说好像不对，但是哪儿不对忘不知道，因为自己不透嘛，是不是？这些东西你都能 这是你的生生世世的善报嘛。有的东西你都不用学，你但是他一说你就知道他是错的，你不觉得吗？最起码你觉得这个人说的东西你能够接受相应嘛。那个人说的你也不知道他哪对了，但是相应，但是那个说你总觉得哪别别扭扭，好像有问题，但是你也说不透，总觉得怀疑疑惑，是吧？你这些都是你曾经学过有过这些，直接做就行了。同时利他，然后制度度他，利他利所有人，去立个项目，我准备怎么立，然后去想做点。我下次因为走到今天了，好，我已经看完了，好，我下一步我做事，你不是以前是做花脸，从花脸从现在隔开，下步我要做点事，这件事能利益到所有的人，能利益到，大不了我还是一无所有，难道不是吗？就是这样，以前你做事你可能想也想利益到所有的，但是利益到员工啊，利益到自己的孩子家人啊，利益到自己啊，利益到一个公司十几个人啊，这也算是小菩萨了嘛，是吧？但是更多的是哎呀，但是你的发心肯定不是说下一步你在做那个公司那刹那你就没有想着我做起来这件事可以帮助很多人，能够解决是不是所有人的某某某问题。未来的其实真正的杀道其实就是每次当你考虑一件事的时候，先想我做起这个项目我能利益到谁，能利益到哪一类人，能利益到多少人，能给他们解决什么样的困难跟问题，然后钱还会不来吗？你解决了他的问题了，你不会赚钱吗？是吧？但是以前我们会做一些说，哎，这个产品能赚多少钱，成本多少，能赚多少钱，先算得很细，先问这个产品能救多少，能够对哪个东西起作用，或者是这个产品也无所谓，甚至能给人带来瘫痪，和那个先放一下，但是我说哎，我也不会别的，我就会做这个杯子，好，我没有其他好做了这个杯子，但是发心要对，我要赚钱，然后我要拿这些钱去做很多事，利益很多，这不也是吗？反正你走到今天的时候，你不觉得兜兜转转兜兜转转转了一圈，你也五六十岁了，转转转转转到现在不是又回到原点了，是吧？你还看不清楚啊，这已经给你演了一场戏啊，都不用你放，也不用你拿，你也不愿意拿了，你现在让你回去再出去你也不想拿，但是你放你也不需要放了，就在这看着，然后心里边无所谓了，爱咋就名利情这些东西都在摆着，但是对你影响不大，正好起修，
修功夫立众生，自度度人利他嘛。出家不出家无所谓，你选择了怎么也行，觉得哪儿舒服在哪儿。那是个主要有个把这个肉体往个地方放呗，因为主要安住的个地方。你觉得哪个山头能放，你黄山也行，就转向南放在那儿，那安居在那儿做事呗。但是你迷茫是因为你没梳理，没确立起你的未来的方向。要是只是喂饱自己这个生命，就是在有些啥意义，也不是没意义，也会很好的。但是喂饱自己挺容易的，我们就有时候一天吃一块饼干就够了，其实人消耗很少的。有时候我们吃的很少的，就是尤其吃素的，两个青菜，两个白菜，一块萝卜，这个豆腐，一天有时候一餐饭就够了，日中一食啊。穿衣服可以不穿的，你都没有什么消费的嘛，是吧？那如果只是为自己活，还有啥意义呢？喂饱自己很简单，玩也就那些玩的，玩天白天玩的那些游戏都知道了，活上五六十年差不多玩完了，就那些事嘛，没完没了的重复嘛，是吧？还有啥干的？就像你这种，你的企业也干过了，什么都走完了，轰轰烈烈也走完了，又回来，就是说，确实是没啥意思了。如果再每天活着只喂饱自己的话，这有啥意思？连饭也慢慢戒了，不想吃了，不喂了，这么麻烦，喂不喂你了，烦死了。是吧？是没办法，是吧？还不喂着饿的，又去再喂两口吧，就是这样。我玩没得玩，你说喝个茶，这也不能从早到晚喝茶，是吧？再干事又没激情，是吧？没激情不怕，我们也都没，大家都修得半斤八两，都没激情，哪有激情？又看见说利益众生吧，这众生远处的众生可以想，一看近处的。哪个也不顺眼，这咋理呢？是吧？看谁也不顺眼，是吧？大家就眼睛他着相嘛，今天顺眼，明天又不顺眼，这好像变得这么快。但是这，是吧？这个事情，激情是很难拥有，一下子说啊，我有一个利益众生的激情，说那会大劣势的。是最主要是不需要激情，你的智慧，是吧？我们累积了六十年的智慧啊，五六十年的智慧在这儿，你的工作，你的经验啊。你对这个世界的角度看法，你的心态，这都是智慧的，你的力量，所有的东西都是智慧的，就诸缘具足了。那你去考察一下你这六十年聚集的这些智慧能做什么，你这些智慧不用有激情，你举手之劳有些事情就做了，只是你选择，你选择做不做。而且不要担心自己的得失，你这个时候大不了担心什么，不用担心，放下，放下这个世界，只是去做，我要做成功，选择一个事情做，就是这样，选择你喜欢的，然后又能利益到别人的。走到今天还不选择自己喜欢的做，以前是为了生存啊，没办法。就像现在孩子也大了很多，就像你这个，我觉得，哎，就是比如说佛法，就像我喜欢的就去选择去做嘛，而且你也佛法这件事蛮有意义的，去修正，然后你的目的就不一样。那你去基础山，去普陀山，去峨眉山，来到珠海，在广州，那不同的地方，你始终不能忘记修正，一直在不同的点上修正，只是修正而已。你可以拥有，不断的走，你不需要固定在一个地方，你可以闭关，可以出来，可以进关，你每个地，但是每个地方都是修行的，不是无目的的。哎，在每个地方都不能忘，在当下，活在当下。不要被过去未来影响，不要被内外境转，不要被过去未来影响，活在当下，安住，喝茶，吃喝拉撒睡都是这样，这就修行了嘛，过修行人的生活，然后发愿利益众生，这就是修行人嘛。把你的把打坐啊这些法门，修法门啊，听法融合在你的日常生活里，根本就没有说是，哎呀，我现在要去修行了呀，我现在要生活了，我要出世了，我要入世了。你分得那么清，你还怎么修？走过再活上二三十年，除了睡觉，除了上厕所，我没多少时间了。你还分得那么清，拿什么时间来修行呢？是吧？不能分，过修行的生活，知道吧？过修行，把所有的修行
打坐这件事就像刷牙一样融合在你的生活里。静坐有些法门就像是阿弥陀佛这种名号，随口是记在心里，随时能够提出来，每一念都觉照自己，放下贪嗔痴慢疑，不能起，勿以善小而不为，最起码先不善其身嘛，然后解济天下，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心要摆对呀，就是正义正言，就是这样。跟人处事对应的时候，先不要想他能利益到你，这商人嘛，我们以前都经商的嘛。跟这个合作伙伴一看，这家伙对我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利益呢？他能带来什么资源呢？先不要这样想嘛，这不是从修行开始。现在边修行边要经商了嘛，边要做事了嘛。好，你要改变这个眼光跟角度嘛，这才把你修经商融合在，就是修行融合在你的经商里边。你看，一个是没有修行过的商人，他在见一个老板客户的时候，他肯定说，他能给我带来什么利益？他能帮到我什么？他又没有钱，他又没有什么啊？他又没有。现在你见股东的时候，我能给他带来什么利益？我能帮到他吗？因为这你先利益众生嘛，他这个想法就转过来了嘛，就我能帮助到他什么？他有什么问题？我能给他带来利益吗？我能给他多少利益呢？我能给他带来什么帮助呢？你这样子不停的这样想，这不翻过利他吗？先把他放在众生的位置，那个老板就很开心，慢慢走。当你利他的时候，他马上就利你，就马上就回来了，就是把念头转过来去经商。这个时候你就把修道跟经商合在一起了，其实就这么简单嘛。还有一些东西，修行还有自律嘛，有些管约束好自己，有些事，所有的对修行有障碍的事绝对不做。因为那个是你觉得那个说哪到底哪件事对你修行有障碍，你也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当下这件事一定影响你，让你很散乱，那就不做；一定让你牵挂很多，一定让你很麻烦，你就不做。如果是必须做的话，那你就是必须做，那就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那是利的，说哎为了利他或者有些东西没办法必须做，有时候是为了了缘，有时候因果熟了，有些事这个事情很多原因必须做。如果可做可不做的话，以他对修行有帮助的就做，没帮助的不做，就是这样。其实大多都是可做可不做，可吃可不吃，可玩可不玩。我告诉你，可做可不做，不做。不要那个时候就是哎呀，一切毕竟空，不是为什么毕竟空吗？我做了吧，是吧？毕竟空嘛，做了吧，你能不做吗？是吧？不做。你觉得对修行有挺麻烦的。有因果的哦，所以我一直说佛不是个道德批判家，佛在这个世界上不说善恶，不说道德，不说他，不谈他谈因果，他是说你做了这件事有一个果，你想一想我能不能承受，承受不了算了，因为你不要说那个果不熟，是万一他熟了呢？哎，我做了这件事肯定有一个因果，肯定。那好，这个果如果在我修行的路途中他熟了，那就是个炸弹，那我为啥要做这个因呢？那就很麻烦，浪费我好几年时间，有时候浪费时间不能休息不说，让我有时候真的活得很累。有些事只举个例子啊，你没有这些时候，是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现在就是你就是选择未来怎么做，你因为毕竟活着嘛，总要去用你的智慧做点事给大家。你要想不起我帮你想我帮你，我给你找几个事你去做，保证对你休息有帮助。好，行啊，行行，哎呀，没关系，哎呀，这主这也能用在佛法里，拉钩一百年不变的这种。你现在拥有的就是你的很多东西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直接用出来就够了，举手之劳。你的头脑里边的东西，只是你没心气，就是觉得哎呀，这能干啥呢？空空的。这是一个过程。嗯。也是必然的过程。必然的，需要觉照的，就是所有的必然，你觉得是必然，其实是你以前没有从来不觉照自己的，不觉照。觉照到的时候不会发生这种空白状态的，
一段时期的无力跟空白，空白期，你过了一段时间空白期，苍白无力的一段时间，啥也没做，浪费了一段时间，没有必然不必然，当然说你说必然的就必然，是吧？如果你从认识我那我们十年以前那个时候，你不用学，你先修定力或者是什么，你就去保持觉照力，你今天这段苍白期不会存在。嗯，你一定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你一定知道你活在什么样的状态，你一定了了分明对自己的状态，甚至自己说，哎，我现在有心无力，哎，这就是一个状态，而且我知道它很快就会过去，因为都是无常，都会无常，了了分明。嗯，你就会安排自己每天做什么，需要激情。我们这个年龄都到这里就不需要多大的激情，因为很多东西由于累积到经验了，对这个世界的日常的很多事情很简单的，不需要多少。就有些事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他没有经验，可能啊想好几天啊东跑，但有些我们知道那块是个障碍，都不用找的，都是脑子里一清二楚，接我去。只是说，你现在唯一的是不知道哪些对修行有帮助，哪些对修行没帮助，该拿还是该放。哎，这个我知道，我可以告诉你。